6月27号，据韩媒报道，宋仲基和宋慧乔目前正在进行离婚调解。宋仲基通过法律代理人向公众表示，希望二人圆满地结束离婚程序，在微博引发热议。曾与宋慧乔在《一代宗师》中合作的章子怡也在微博谈到宋仲基、宋慧乔离婚一事，尊重他们的选择，相信是最好的选择，希望未来还能看到他和他最美的样子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